迎收看《美女爱玩 Game》，我是宜勋。今天呢，要来介绍一款超杀时间的塔防游戏《三国急攻防》。这个呢，可是大家百玩不腻的三国题材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那像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塔，像这是弓箭塔、法师塔、炮塔或者是阵法塔。那下面呢，它就会出现派驻武将进入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也是游戏里的特色，就是呢，你的建造的每个塔里面呢，都可以有个武将进驻，而且呢，只要有武将进驻在你这个塔里面呢，你的战力就会比较强哦。现在敌军已经冲出来了，我赶快，我下面这一排呢，都是我可以用的技能，我用个天火，还有落雷术，快点，完了，敌军已经冲过来了。那这个游戏呢，它的特色呢，其实里面呢就集结了500多名的武将，所以呢，只要把它收集起来，你就会战力满满喽。美女爱玩 Game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